歌的时候，我希望朋友们来的手机要有手电筒，对不对？是手电筒，可是这样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啊，他们在台下的时候闪闪发亮，你经过就会闪闪发亮，就很漂亮，有没有？好好好，对对对 ，OK， 对，好。所以接下来。接下来先采访一下好了，好啊，好好简单的采访一下哈。好，那我们雷军他的专辑，好，现场的朋友们相信呢都有听过哈，专辑真的很多张哦。刚刚呢唱的歌曲连续两首歌都很好听，对，好，那你好像最新的有一张专辑是不是？去年发行的，对对对，但是现在正在筹备，是那这张吼就是可能。熬够诶，要开始录制。对对对，而且那是丁尼诶，丁尼那条也是舞曲，是叫王后的新衣。我今天有听诶，很好听。专辑的名称，真的超好听的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好，那希望呢，梅君呢可以在未来再带来许多更好的作品，跟朋友们大家一起分享，好。好啊，阿妈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咱的台语唱片，好不好？对对，很重要诶哈。有唱片就拍卖，唱片公司拢一间一间在倒。真的哦，很辛苦，一开始有盗版，然后现在有版权，真的啊。最主要是要支持我们的在地的歌手啦，对不对？谢谢。让歌手呢可以将最好的歌曲、最好的歌声献给现场的朋友，得得支持。今天的爱唱的支持台风好不好啊？就这一箱。你爱拿花，因为你穿顶的。你拿花的收起来，嘿，好，看到那个没？是啊，好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一样的再交给我们的最可爱的美君来老歌，宝路的乱班。哦，这条歌就好。